川崎见闻。每次到川崎都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人。这个人是一个雕塑吗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个真人在表演。在这里一动不动站几个小时不容易啊。这个美女在街上唱歌，唱得不错，还不让拍视频呢。过来看看日本学生的书房展览。这书法不输咱们中国人啊，写的可是行云流水一般，太好了。看来中国文化在日本可是发扬光大了。多拍了几张，大家慢慢欣赏吧。